欢迎来到泉州，各位需要沿着海上丝路下南洋，前往马来西亚追星之旅。心有灵犀，品出泉州最出名的七种美食。是的，好吃。好吃，我觉得上去。公布榜单。这一块就是你们此行的目的地。万寿塔。哎，万寿塔不是这个万寿塔，六圣塔。知正解。恭喜你们找到了正确的出发点，桥上的宝箱有你们的机票。哇！追星星的人，我们下南洋了。追星星的人，周六22:00播出。